锦绣前程有四季烟火，小芳华岁月花事一流。在柚子包的里面，手上放的两个人。哈喽大家，我们今天来新游看柚子的活动。2024年农民丰收节，还有会委镇第八届文旦柚文化旅游活动，去看开始了。对，后面会喝的是吗？去看，因为是不是你们也没有看柚子的活动？对，因为我们之前前几天不是卖柚子嘛，然后我们也做农，那边邀请我们过来参加。啊，不错。那是京杭大运河的木雕。对呀、啊。我们要给你们拍这个那么好看，但是在这边玻璃灯开了太大，拍不出来哟、哦。但是真的很漂亮。哎呀，弟弟，真的还是来补天。现在是补天的西湖，真的很不错呀。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对。现在我们去看一下热闹，因为以前都没有看柚子的活动。农民的丰收节，对，这次有幸受邀过来参加。对对，咱们应该是差不多要开始了。大家上午好，在这硕果累累、秋风送爽的美好时节，我们共同欢聚在这里，共同庆祝2024年新游县农民丰收节。同时呢，拉开杜伟镇第八届文旦柚文化旅游活动的序幕，丰收中国为主题，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突出农民主角的地位，传承农耕文化，分享丰收喜悦。而杜伟镇以福佑飘香、礼赞丰收为主题举办本次的活动，不仅是向农民朋友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希望能用这一程丰收的福佑硕果，向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上最深情的礼赞。3、2、1，新游县农民丰收节及杜伟镇第八届文旦柚文化旅游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亲爱的朋友们，说到杜伟的文旦柚啊，可以说是所有新游人的骄傲，每一口啊可以说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个都承载着杜伟人民的智慧和汗水。那大家都知道杜伟文旦柚这个文旦二字是由何而来的吗？过去啊，其实民间流传了非常多的版本，大体呢都是和一位文人以及呢一位花旦有关。那为了让大家对于杜伟文旦柚的历史背景能够有一个更加正确和深刻的了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共同走进一段又来已久的故事。杜伟文旦柚种植历史悠久，据马明通志记载，柚子在元朝时由广东传入福建莆田杜伟漳州平和等地。传说在明朝成化元年间，三朝元老户部尚书张继
京九仙破梦，寻杜伟一名旦，取其家中种的柚子，为其母果肉，果皮煮水饮之，正计醒后照做。数日后，母亲果真痊愈。据《武夷茶说》记载，于1476年，正计乡居期间，目睹乡民遭受大旱之灾，虽出资务农，大规模栽种柚树，既能富荫行人，又有经济价值，一时之间可谓完成柚花香。而后年年结果无数，杜伟乡民从中广受恩泽。后人为纪念政绩，结合政绩文举人和名旦的身份，起名为文旦柚。2007年被评为中国优质柚基地乡镇。杜伟文旦柚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备受人们的喜爱。共有近20道菜品，比如说我们这个柚园相逢啊，就寓意着对重逢的期待。那柚子良机呢，也寓意着常德护佑、平安吉祥、诸事顺利。有家人进行，有良缘相伴，有锦绣前程，有四季烟火，享芳华岁月，化诗意流年。这个菜，慢点。哎呀妈呀，柚子跟那个花都在一起，这样吃不会油腻。来，柚子姐。哇，可香！看着这个就是白糖，比如说没吃过。哦，那个重的呀。对，你尝一个。九转大肠。我换你。你那边都这么干吗？每个菜都是柚子的菜，我非常要尝一下这个。菜鸡蛋包子，柚子包在里面。有虾，有柚子，带一点甜甜的，甜的，有海鲜，有柚子，有鸡蛋，有菜。一起，我第一次吃这样子的味道，我也不知道口味，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对，对。吃完了我就省吃了。这个米饭很好吃，怎么样？吃完饭的两个人。这个是当狗。